说本次福袋呢，一分钱都不要，全部免费送给大家。然后钱估计明天就已经到了。好了，全是一封来倒贴，那个大家去找一封领红包，领完红包然后来拿福袋就相当于。然后第二天什么这个报纸上的头条就是什么什么网红什么什么什么某歌手因为给粉丝发福利，导致什么去典当行还是干嘛把房子给卖了。你太贱了。OK， 那其实怎么说哈，我之前是有听你说过，看在微博上是有看到你那个福袋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但我也没仔细看，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那这一次福袋呢，其实我本来不想做的，因为我很懒啊，然后当时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下，那大家当时就做了个投票嘛，要不是投票的话，我肯定就不做了呀，就很懒啊，做这个东西要做很多。我这个福袋里面有八样东西，然后因为福袋嘛，本身就不能是单一的一两个东西嘛，就是做很多东西，然后就是一共做了。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啊？都是很多都是之前没有做过的嘛，福利嘛，然后有什么什么什么，抱枕啊，纪晓然，鼠标垫啊，什么什么光碟，还有水晶那种发光的那种钥匙环啊，还有钥匙环里面有我的，有奇然字样啊，还有我的形象啊，这些都有的。然后，就挺好玩的。就是萨摩吗？还有什么贺年卡啊，都是绝版的，15年绝版的贺年卡，还有，什么玩意儿？还有新年。但是其实我看到你的那个投票确实投的还蛮多的，但你做的好像不是很多耶。对啊，我记得当时投票好像有5800多个人投票，然后一共，就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坑我骗我啊，那些投五份以上的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我当时算的话都算五份的，然后我感觉然后就至少要买100份，你看他的名字。然后就算完是7500多份吧，然后反正最后我做的挺多的，我做了1600份，对于我这么懒的人，我觉得我没有做100份200份就已经挺成功了，就哎呀知道嘛。但问题是如果你只做100份200份的话，估计大家抢不到的话，真的大家就都通通粉转黑了。这个这一次反正还是正好借这次歌会的吧，我觉得把这事情都放在一起，大家一起边玩，然后呢还可以边上淘宝。对啊，所以说渠道怎么还不来，让我一直在听你的声音在折磨我，好难受啊。滚蛋。那反正8点钟开始预售啦，那预售地址的话我微博是有的，然后在这个 YY 上也有人发出来，哎，有人说粉转黑了吗？对，那个还有就是。还有就是我们的管理可以把这个我不唱微中当当你黑吧粘到这个公屏上啊，可以粘到这个管理上，因为大家如果说刷屏刷得这么快的话，可能有的人都点来不及点，就已经在点的时候就好像就已经没了。也是大家那个管理可以放在公告里面啊，然后我刚刚特别机智，我在那个屏就是歌会临开始前一分钟，我就把这个频道签约了，然后签完之后立马你看这个右边就黄绿了，对，这个就大过年的然后头上就绿了，真爽。你去死啊贱货，看到你的脸就觉得是黄了，所以说刚刚都口胡说黄了。真是恭喜发财，你看人家都是大过年，人家都是这个就已经是这样，那就算了，没有办法，你这本来不绿把自己给弄绿了。你去死啊。然后那个福袋呢一共是八样东西，是九样东西还是八样，因为有一个明信片，有那个明信片是两张，然后要乘以二，知道吧，就可能。然后呢这个福袋嘛都是打过折的，就反正就是福袋比较那啥的，然后之后也许啊，因为我会有稍微多一点点做备的那个货，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万一遇到了有的质量问题啊什么的，好及时和你们调换，所以说会多做一点点。你说万一那些被抢到了，那你把存货拿出来，你可怎么办呀？那就那个我不会拿出来，在网上售的呀。那个就以后展子你们就可以来了，但是那个不会打包卖了，那个就是分开的，就不是福袋了，那个时候它就是单独的就是周边了，反正到时候展会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如果不想来买福袋的话呢，那就可以展会来看一下。然后当然这个福袋里面东西大家
哦，要解释一下吧，一共是分两个版本嘛，当时，然后一封你啃瓜子儿不要脸，我在这说话你是啃瓜子儿，贱然后那个福袋吧，嗯，它有特别版和普通版，普通版的话就八样东西，特别版的话是有一个那个专辑啦，然后我不太会弄，那个淘宝是我搞的，就是那个网页，然后不会弄怎么办呢，就反正就分开了，太复杂了，嗯，就左边是普通版福袋，右边是那个想入特别版那个福袋的话，就直接把右边的那个专辑也给加入购物车一起弄就可以了，这样就是特别版。嗯，我好像比较聪明啊，估计一会儿那个渠道来的时候，刚一进频道大家都在喊曲妈来了，然后几小人眼疾手快立马把他踢了出去，然后曲豆还想，哎，我怎么网卡了？然后发条微博说，对不起大家，我网卡了，其实是七小人。滚！怕他不要。曲豆来了之后，我就不理他，然后把人给踢出去了。嗯，好吧，那我唱歌了，我先唱首歌，唱首歌唱完了之后，也许可能福袋就开始，就到时间了吧，差不多，我看一下啊。有没有开启啊？我设置的定时。你能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吗？干嘛？就是刚刚已经有人投诉在这举国欢腾大，什么的这个大好时节，然后有人在发骚，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合家团圆了。现在要看你怎么这么贱啊你？你怎么这么贱啊？哎，你是谁啊？对不起，我这个人，对不起啊，齐小然，大过节的，我总喜欢说实话，一不小心就说了。哎，你们有去抢吗？我去看看，我看我能不能也抢一下。等一下，我在玩 iPad， 我在玩 iPad。但是问题是我没有网银啊。啊，没事，你可以直接寄快递寄红包给我。好吧，就赏你两块钱。啊，呵呵，谢谢你啊，真感谢你，特别的，非常，尤其十分。要不然就222，三个二，然后那个二的小数点点在第一个二后面，2.22，2.22。你是谁？OK， 那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找不到链接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屏的公告，或者说是齐小然的那个微博，应该都会有相关的链接的哦。嗯，对。然后呢，一共就是普通版和特别版。然后入特别版的话呢，就把两个都加入购物车，然后就同时，这样的话地址会，就是同一个地址的话，邮费就不用重复，懂了吗？然后呢，单独拍普通版的话，就是拍那个第一个。哎，我喜欢这个抱枕，哎，这个抱枕是在做包子吗？什么叫做包子？对啊，我在吃包子。就是你就知道你再这样继续懒下去，你的脸就是朝着包子的节奏发展嘛。哎，滚！好像你啊。我这个抱枕的话，它是那种绒绒的那种布料啦，不是我们平时那种滑溜溜的那种，它是绒绒的那种布料，而且正反面都有的。我就照了一面啊，然后那。这个预售继续中，我继续唱歌吧，然后唱一首前两天。哎，等一下，突然想到了歌。等一下，我觉得你这个 Q 版形象谁给你画的？这个人肯定干嘛？这个人肯定是猫大可的粉丝。我怎么看这个脸团团的这么像猫大可啊？去死啊！你不要黑猫大可好吗？人家很可爱的吧？真烦人。就是因为他可爱，所以才黑他。你真烦！我马上把妈妈可叫过来，让他揍你！我跟你说。好了，你唱歌吧，烦。那我下一首歌其实很正经的啦，这首歌歌名。想起模糊的小时候，
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哭泣。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你给的温暖。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哭泣。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你给的温暖，不要再问你是否爱我，现在我想要自由天空，愿离开这被捆绑的世界，不再寂寞。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你给的温暖。好，谢谢大家，这首歌唱完了。我看一下下面要准备唱什么歌啊、哦？下面这首歌是首古风歌，然后很长时间没有唱的了。然后呢，在大家在弹福袋的同时呢，给大家回忆一下吧。这首歌其实就是每次听、每次唱都觉得很感动，还是写《仙剑奇侠传》的。反正我觉得每一句词都有故事。没有人猜对啊。
然后那当然这个福袋同时也在进行啦。福袋的话设定的是付款后才减库存，所以说有可能你拍下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付款之后要是没有库存的话，那你再付款就没有用了，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首歌叫《先减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喜欢。喝水啊。